健身气功，导引养生功十二法，练习开始。请大家并步站立，默念练功口诀：夜阑人静，万绿蒿，一手丹田风七窍，呼吸徐缓搭鹊桥，身轻如燕飘云霄，前缘起运，左脚开步悬臂摆掌，松腰敛臀气息伸长，百会上顶，身体中正，左脚并步，掌落胯旁。古有诗云：前缘起运三阳态，斗柄回吟万户春，使人心情舒畅，神清气爽。双鱼悬阁，右手切脉左丁部，上部摆掌收胸前，左脚并步单托掌，阴阳双鱼金臂悬，皆作右侧动作。收胸前，下蹲马步，两掌勾挂身后边，身体直起，叠腕卷指分双掌，左脚并步，掌落体侧向前看，右脚开步做动作。纪昌冠师，开步推掌，顺向尘间，转身射箭，紧握双拳，回身转正，双拳变掌，并步落手，气沉丹田，右脚开步做动作。射箭高手属纪昌，捉狮悬挂于户窗，燕角之狐弦声响，箭中诗心千秋唱。
身胆削，转身百掌落胸前。躬身折体胆削面，身体微起手握拳，腰脊竖直极目看，皆作右侧动作。要求转身百掌大方舒展，躬身胆削法贵自然，上体直起动作徐缓，一手命门力求绵绵。望月，左脚开步，坐腕后撑，转体望月，腰脊放松，回身右转，双掌前摆，并步握拳，腰脊徐行，皆做对侧动作。颈短体粗，转头不变，传说犀牛角上有白纹，感应灵敏，所以犀牛角古称灵犀。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云：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双方心领神会，感情共鸣。芙蓉出水，开步分掌如莲叶舒展，插步盘根似淤泥不染，便掌上托若出水芙蓉，并步落掌与高洁清廉，左右交换做动作。金鸡报晓，勾手侧摆展翅飞，便掌合翅息相随。金鸡报晓手上举，气沉丹田元气培，左右交换做动作。
沙落雁，展翅插步似燕飞，燕落平沙掌侧推，起身顺向沉肩肘，盘根推掌直腰背，起落飘逸贵徐缓，并步落掌气息归，接作右侧动作，白鹤翘脚蹄腕捻大包，屈膝叠腕展指梢，起身直背提脚踵，落踵沉气体轻飘，长寿仙禽一品鸟，该市中的斗腕亮掌，犹如搏击云天的白鹤，翱翔长空，潇洒飘逸。凤凰来仪，随着吸气，转体悬臂；随着呼气，上步。勾手，随着吸气转身分掌，随着呼气并步沉肘，无有时日，飞来五色鸟，自名为凤凰。千秋不一见，见者国作昌。气息归元，吸气深吸，悬臂侧身，呼气蹲腿。两掌合抱，共作三次。做完后，两掌在侧身合抱，叠于关元。赤龙脚海，左。二三，右二三，将琼浆玉液分三口咽下，一二三。